大家带来一个老纪 Governor 的一款新的延时，延时效果器这块啊，对，这块效果器大家可以看，它是一个二合一的一个效果器。左边呢，左边这块呢，它分两个部分呢、哦、大家可以看，老纪这边做的是一个复古一点的弹簧混响，然后上面有各个参数值，然后右边这面呢是一个模拟延时这些参数，然后说比如说大家常用的 feedback， 然后 tone， 然后 delay level， 那你像左边这边的呢，混响这边呢，它是新增了一个 pre delay， pre delay 相信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，基本上它的作用就相当于什么，把你这个效果声和这个原声，也就是干声和湿声做一个分离，那它分离是有一段时间的，那这个部分的时间就是所谓的 pre delay， 比如说我把它调在大概这个位置，可能它我的干声在五毫秒之前可能是没有这个效果声的，所谓的那个湿声是没有的，在五毫秒之后才会出来这个效果声，这就是所谓的 pre delay， 它调的是那个时间是吧？对对对，它调的是时间预延时。Thank you.